2017 완벽을 추구한 여정의 완성. 마침내 마주한 세계 제로 다시 말하는 섬으로 리니지 M.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丁。终于，韩版官方揭晓了全新的谜底 Zero 第七章节《从零开始》。为什么叫做《从零开始》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开放了全新伺服器《说话之岛》。那这个改版会在6月19号这边正式开放。那左边就是预先登录，右边就是《从零开始》的预先创角。好，我们接着看一下韩版的《从零开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全新伺服器《说话之岛》。一个与现有世界完全分离的新世界，说话之岛将作为其第一个伺服器开放。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面，你可以从头开始，享受最初的乐趣。敬请期待说话之岛全新伺服器。这个说话之岛伺服器会跟旧有的伺服器完全隔绝开来，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那这边有它的更多说明，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看一下。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七周年的最大重点，全新职业魔剑士即将开放。作为万众瞩目的全新第13个职业，它的故事背景我稍微念一下。佩特拉，一座受到世界之树祝福的非常繁荣城市。在领导佩特拉的四位长老中，历史因为格兰肯的野心而开始误入歧途。暴君和他们的军队发动了佩特拉战争，以夺取并征服世界树的力量。佩特拉的长老们寡不敌众，成功封印了暴君，但是在最后一刻，暴君将他的思想与身体分离，去追求他未来未完成的野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乌云再次笼罩在沉睡的佩特拉上空。分散在佩特拉之外的暴君思绪以术士杰洛斯为宿主聚集到一处。重生为暴君的泽洛斯前往佩特拉，接管着世界树的力量。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的大陆佩特拉，它是魔剑士的故乡。这个大陆因为佩特拉的长老们使用的最后咒语幻影屏障封印了暴君而消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君逐渐掌控了生命之树的力量，渐渐地打破了海市蜃楼的幻影，使得被遗忘已久的大陆佩特拉逐渐显现出来。好，下面一个内容就讲到的就是回到最初，从零开始，回到说话之岛。那相关的内容都还没公告，我们就等韩国官方公告之后再看吧。最后这边他讲到了全新伺服器开服的庆祝活动，它就像是有回到最初的骰子回忆，还有天天都有的测验活动。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台版到时候会不会开放这种类似的说话之岛伺服器。好啦，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新伺服器的开放，这次有预先创角说话之岛创角活动。它里面总共分为10个伺服器，分别是说话之岛01到说话之岛10，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登录之后创造你的角色 ID。接下来看到这个就是全新伺服器说话之岛的专属页面，它会在6月19号的时候同步开放。然后这个伺服器跟原本伺服器是完全独立开来的，然后在这个全新的说话之岛伺服器里面会有专属的活动跟福利等着玩家一起来挑战。重点是在这个伺服器从零开始，你一出生就可以直接选择全新职业魔剑士加入游戏。然后它有专属的说话之岛伺服器全新预先创角登录好礼。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七周年它的预先登录给的奖励有哪些。第一个给的是七周年纪念耳环，这是在原本伺服器还有重生伺服器都可以取得的，能力值是防御7 PVE 远近法伤加7，还有经验值加 7%。 再来一样是有补给箱跟成长资源箱，补给箱的内容就是一个太古的玉玺，然后两包卡包，一个符石变换石，龙之圣水10罐，技能卡包3包，50个纯白万能药，5个守护石，5罐祝福圣水大罐的，还有幸运的方块60个。接着还有一个强大的生命之石，生命之石的能力就是 PVE 减免加2，使用的时候会获得 PVP 减免加2的能力。再来成长资源箱一样是给你一个太古的玉玺，然后有雅丁骑士团装备，还有佩特拉的成长方块，佩特拉的幸运方块，加3耳环选择箱，加3戒指选择箱，加3印章选择箱，龙之圣水10罐，也有一个强大的生命之石，还有一个佩特拉王国的腰带。那这个腰带的能力是负重加 1000， PVE 近距离伤害附加加 2， PVE 近距离命中加2。接着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说话之岛伺服器专属的七周年奖励，一样会有个七周年的纪念耳环，能力值就跟一般伺服器一模一样。然后说话之岛伺服器还会再给一个佩特拉的定居资源箱，定居资源箱里面的内容物有第一个雅典骑士团装备箱，佩特拉的幸运方块，佩特拉的金币方块，还有加3耳环选择箱，加3戒指选择箱，加3印章选择箱，
强大的生命之石，还有佩特拉的王国腰带。然后这个佩特拉的金币立方体，它使用的时候会依照几率获得30万到1000万的天币。好，以上就是韩版今天公告的全新改版内容。后续的资讯我们等到韩版官网更新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吧。我是丁丁，这支影片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喽，大家拜拜。